收集饭店生活用品，小资族另类省钱法。我们自己去外面买都还不见得买到这么舒服的。我拿过 CP 值最高的，它的肥皂。哇！你们三个的照片已经在旅馆同业。不是不是，我没有拿，我没有拿。一定要拿的，我也有，这些也有。你的照片是在通奇专餐。今晚7点，东森超市33台哦，二分之一家。